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，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，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？唐先生，我请问您，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？伯母，我是个粗人。 但现在是乱世，反而更能生存。我们家月容早已经神经，怕你男人已经跳皮子了。你还年轻啊，有翅有膀的，你可以飞的。我杀过人，什么党派都有。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？你要是条龙，就该出海去。阿龙，我决定了。 重新再开始，一生一世。